斗罗大陆三，然后这些我们只拍过一集，来一样讲手厨。手厨呢，就是我们的亚历哦，手厨奖励。再看一下他们的对话吗？这个吗？他们有对话吗？有些玩法很简单，这就是一直接这个主线，你们就跟着他跑，这样，那就放上去。可以点头上。应该选半自动哦，没可以跳过。那这边也用技能，多少自动战斗啊？新技能，非常轻松。但你可以领一下活动奖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礼包需要在这边教学，从这边进行输入，输入完毕之后你就点确定。点使用就可以了。